这又在干什么？公某说过，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可以让公某做完之前没做完的事。怎么又来？ 所以公某先行告退了。不过如果有朝一日能再见到小云哥哥的话，希望小云哥哥能让公某把刚才没做完的事情做完。小云哥哥，你不要乱动。 小云哥哥，得罪了。